对啊，我们就是哥们儿啊，我们是兄弟伙。给你们道个歉，对不起。感觉应该是我。对，其实应该是我。希望大家内心有什么小的误会，然后不爽的地方都说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努力。沟通真的能很重要，没想到被动也是一种间接伤害。都说出来那两句真的是太爽了。台风上人团，加油 ！GYT， 加油！GYT， 台风上人团，冲呀！想要更大的舞台，也要想一想下面的粉丝拿着荧光棒挥舞着，然后喊。TYT， 我觉得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帅的时候。我想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，我也要成为其中一员。其实重点不是现在，而是今天比昨天又多走了一点。我们的颜色不就是黑色和黄色？黑色就是过程，黄色就是结果。你还想吃什么？你最近都长胖了，你还吃？我长，我没长胖好吗？这是谁的呀？这不知道是谁的。要不我们点个茄子？我在给马佳琪炫耀我们在吃烧烤。两根鱼排，两根牛肉。哎，对。还要啥？还要啥？想吃啥点啥。猪皮。要吗？不用不用。来一个这个。来个魔芋吧。魔芋。好，我们先点这个。还有什么？你点的吧，你点的。魔芋。魔芋。还有什么？我有这个。老板要粉丝没有？有粉丝。有啊。来一碗、啊。来一碗是什么意思？你有老花没有啊？老花没得了。花酒没得了。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把老板酒一酒。谢谢谢了。两个鱼排，其实两个鱿鱼靴。哎，对对。对确实有啥蒜蒜香吗？蒜蓉，蒜蓉，蒜蓉还行。好好好。好，今天是我们回重庆的第一次吃烧烤。今天是九月三号，然后现在是晚上多久？八点过吧，差不多八点过九点的样子。然后我们聚在这儿一起吃烧烤，点了很多，然后对，有鱿鱼啊，有什么？就是茄子，然后有火腿，有金针菇等等的。廖文最喜欢吃的是啥？金针菇跟苕皮。你喜欢吃啥？蘑菇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你这叫平菇吧？平菇吧。是吗？这是平菇。然后我最喜欢吃的呢，就是苕皮 and 豆腐。对。豆腐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吃喽。嘟嘟嘟。点个菜。蔬菜是吧？蔬菜，蔬菜，你看，有清炒豆苗、时令蔬菜，有杏鲍菇，有花菜，有秋葱。啊，这不是芹吗？对啊，它这个就是便于携带。Y'all getting hit with the ball, ball. Reach so big, I'm stepping on the crossing, and I got
你把这地上来一段 breaking 一样。你是每天晚上这么晚上学吗？对，因为晚上教了一节课。就因为初三。当我拿下这场胜利之后，实至名归。给我 pass， 全都给我 pass， 只要呼吸不止一步，怎么都要我掉。你什么时候照的？啊？那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？就是你拍的全家福的时候，这是我弟的相册。这是我十二岁那年拍的，两年前。那好像不是，四年前。四。十岁。哦。就发现自己头发长长了。你晚上就自己吓自己吧。你晚上你就自己睡吧，我跟你聊聊。我先去把这门，我找钥匙把你反锁上。拍古装戏就留长自己的长发，就拍戏就很轻松啊。可是你很热呀。清朝怎么办？热有什么办法？拿一根杆子放在这儿，然后头发往上缠再缠，这样就解决了热的问题。女生也很适合，你们以后女生就。就弄一个杆子在这儿，然后那么缠上去，就像电线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哆啦 A 梦那个，噔儿缠一圈，以后后面就不会有这么热，稍微穿多，很实用的。现在想去拍日出，但是好像都已经天亮了，还有点可惜啊！我在路上看的好好。
安全地道。这会儿是快十二点多了，嗯啊，早上开工也挺早的，嗯啊，晚上吃工也挺晚的，挺累的这一天，但是呢，更多的是期待，对，然后大家也尝试了一些很多不同的东西，对，乐器，然后有很多想学的呀，尝试了很多那些新的东西啊，很新奇啊这些东西，哎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留着多接触一些，对，对，我们的身份是小王爷。我的身份是一个大师傅，是，当然是假的啦，是吧，各位？对呀。好，晚安吧，拜拜。休息20分钟吧。老师，我觉得这拍子有问题，我们就不应该做这个动作，就直接应该做这个。明天得给老师说一下，你不知道我在说啥是吧？王者才是我的模样，充实的心脏。去慢点，慢点，帮我记一下。这种路。多少年？30分54，等下我要把衣服给你拿出来。3分46。五月七走，咚咚踏，咚咚咚咚踏踏，四海五月七走，咚咚踏，咚咚咚咚踏踏，五月七走。对，就是最近你们会跑线的，这样你们对这个事情讨论特别响。对，现在都是我们的过场应该处理的，因为这是你们的工作，就是。
去抽个呼吸。你要去剪头吗？夏万杰，你要去剪头吗？Thank you.
那我也找不到节奏。歌儿到五点了，对。让你的诚实，真言。亚轩手放下来，亚轩手放下来，你好。唱。对，好。五六七走，一 and 二，没到。五六七走，一 and 二，好。五六七走，进两米左右。五六七走，一 and 二 and 唱，唱唱看。我们从头跳到。看看看，行吗？从这儿不是头，不是头吧？从这儿，对。我喊拍子慢一下，好吧？每个人看节奏，你要记得听节奏还有动作。现在，就今天最好把它记下来，因为今天要拍视频。好，坚持不慢。对对，不是，对，是必须。大一大二，帅气。然后脚的时候，大的时候抬左脚，大一大二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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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选择吗？你难道不上台唱吗？五六七走。
别人没有我，我就在空旷思路，看见期望，颜色在窗户下很残酷，一切都只当故事的社会名著，还是自己的觉悟，那就别的征途，别让我总是热情太阳，决心和勇气扛得长，燃烧的心念着疯长，通过对面见证荣光，消失的担心我坚强，呼吸的力量无声奔腾，飞翔去远近光的那方，这才是我。这样起来的，你卸掉，不用卸了。你这样不痛吗？你切了，差不多，不痛啊。并肩见荣光，荣光很灿烂。荣光的时候拉的时候配合一起哦。我的七朵菜。警员他现在是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才能更好的融入进我们。其实基础这个东西，提升速度是最慢的，但越是这样，越是不能急于求成，越要练。而且我觉得基础的东西能给他更多的信心，有了信心就会进步得更快，我们就能更好的融合，这才是一个好的循环。过一遍吧，我先过一遍。
我先给你们放音乐。OK。OK。如果你撞的话，你们俩会死得很惨。You know? 哪一种惨呢？请告诉我。就是折磨的。有。就是那种做题目吗？No, I don't like to Tina. You 七个，你七个，我七个。你错六个。那你列六个。那都乘以二呗。五、哦，再跳一遍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刚才讲的地方如果再错的话，是不是说不过去了？是不是嘛？那我得克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要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擦是平的。是这样的，是平的。一二。擦，哎，擦，一，知道哈，爪，爪是爪，五六七走，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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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擦，用力，擦擦擦，看，你看，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，你这把它挺了，我就翻面去，擦，看。这个动作没做满，别人是，你是，那你做快的时间就直接往下一步走，对吧？所以我每次跟你们说这个动作是这样，你们每次做成这个律动，我就不是说害怕这个动作不对，我是害怕你们没有做成它应有的那个程度的话，就省略了一个时间就直接走下一步，记住了吗？听说了。就像我的另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在未来我想带我们五个去环游世界，我爱这个团，让我们一起加足十万马力，加油。从前我是一个没有热情也没有目标的人，但是现在我也很想体会竭力全力去做一件事的感觉，我也很想跟同伴们一起流汗流泪，只为了这个非常在乎我的人，我也会再努力几倍去做好。爸，我竟然出道了，有很多事我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明白，对，就这样，但我会学着去理解。以后我们可以开十万人的演唱会，到时候十万人都在喊 TYT。 但很神奇的是，现在这五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要聚合在一起，大家都需要一个磨合和改变，去寻找自己新的定义和方法，这个过程是必须的，也是痛苦的。回过头看才发觉，连自己的一些习惯其实都在慢慢的改变，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喜欢。就一直这样下去，直到有一天我老了，但我们在一起还是台风少年。能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努力是幸福的，今天呢只是追梦的开始，未来一起前行吧。
没关系，台风少年团，冲呀！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此地吃烧烤了，吃香菜啊。点了啥呢？你的勺皮这。OK， 帮我拿一点。点了这些小马哥最喜欢吃的茄子，然后亚军最喜欢吃的这个葱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。然后这个，你去吃哈。这是生菜。我要吃。这是莴笋。我要香菜。你知道香菜？我没见过你吃香菜。我也是。啊不，韭菜。既然你除了还要苕皮，还有什么？点点肉吧。我也想要个苕皮，我要整个的。你要整个的，没有整个的，只有花的。我要整个的。没有整个的。我吃这个。没有整个的。我要魔芋。我要吃那个。都有黄焖香肠。还有这个。点了两个黄焖香肠。这魔芋怎么来啊？再来一个。魔芋怎么弄？面筋。等一下，这。面筋，再来个火腿肠。等我，你夹一个魔芋吧。有卫生绒是吧？是不？人煮两盆。